感笑，就是很，因为我和那个老阿都是这个，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样，然后我们会轮流主持。我通常遇到这种没有报名的情形，我们就都会上台唱歌，然后因为这个空间有点特别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比较害羞的时候，就不敢看大家嘛，就一直看着那个门外这样，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就是闹一下在台上。不要闹我，等一下，我真的会很想笑。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歌，觉得很好听，他叫那个董小姐。董小姐，我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嘴上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，时光匆匆，陌生的人，请对我一直兰州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。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，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小姐，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说前半生就这样吧，还有明天。董小姐，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，在五月的小城终于丢失了睡眠。董小姐，早起来吧。
董小姐。